上班来公司有一间新人哈，伫将来上班，伊上骗手上一点钟诶，伊主管还很爱去请人咯，还去骗手请咯，结果伊出到伊遐吼，见面吼还一堆，皆疯疯个。所以你要留下来紧张人嘛，还老街头去先去打下咯。哎呦，还要甄嬛传，这才是真正的宫心计呀。还有啥？太上宫，有吗？